抢红包的时候叫我啊，抢红包的时候叫我。小猫逛街来了，我刚刚还在说他的粉丝团等级是最高的。嗯，我的是叫在冯老叫冯老板啊，在榜里面自己去找吧。绝活儿，胸口碎大石。抢红包啦！啊，我抢到了七颗斗币，你们抢到了什么？哎呦，我这个账号也能抢，好像。抢完了没有啊？哎呦，小李厉害的嘛，抢了16个。小李同志抢了16个，是不是抢完就跑掉了？那个小李还在的嘛？小李抢了最多16个，就跑，人还在啊！赶紧送出来，赶紧抢到红包的，赶紧给我上个灯牌。没，我看到你抢了16个，快快快！我最喜欢灯牌了。快点，大家现在有条件了吧？可以上灯牌了哈。下午，我一会儿11:55下播，下了播之后，我回家拿几件衣服去。我好像没有衣服穿了，而且今天又冷，我想在里面穿一条光腿神器，我就可以在外面撒欢儿。今天冷。强了没有？什么东西？还有5分钟啊！5分钟下播，我们等会儿下午冲冲销量啊，争取我们今天粉丝到达10000。圆脸，没有开美颜，脸肯定圆嘛。我脸也不是很圆嘛，能开了美颜。哦，那些网上的那些。我感觉它这个叫什么？是美白开的太大了吗？
这样子看着顺眼多了。啊，有点热了，我觉得我可以下车了。马上下课。啊，我好困，想又想睡觉了。全部关掉了呀，已经关掉了的。我都不知道我下午什么时候播，我想把那个粉丝冲到一万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到一万？是不是？你看上面一截是黑的，下面一截是白的。我跟你说，人少的时候，就是抖音不会提醒我，人一多，一下子就提醒我了。